正取。正取。对。黄色就是如果没有人做的话，才会依序被取下。手上拿着抽签号码，紧张挤在公告栏前，就像在对彩券。他们全是申请三重社会宅的民众。不知道有没有抽中一般的套房型？我还没有找到。你是说优先户那边？对，优先户这边。能不能抽中社会宅，命运全在这个抽签装置。分三次抽，30%为优先户，70%为睦邻户和一般户，加起来252个名额，吸引3300人申请，中签率更只有7.6%。中签率从这个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少，但是我刚刚特别提到，新北市政府即将会在年底陆续的在推出中和跟三重大同南段陆续完成的青年社会住宅。尽管僧多粥少，还是让人抢翻天，因为从套房到三房的房型都有，租金约市价8折，最低7700元就可以租得到。只要年满20岁，并涉及或在新北就业，个人收入低于44940元就符合资格。大家申请踊跃，连老伯伯都来帮家人看抽签。有民众表示，就算这次申请不到，也要拼年底在中和的816户，为的就是要在新北有属于自己的温暖小窝。记者陈旭黎璇 SNG 小组新北市报道。